道这东西是谁的。这是你的呀。这不是我的。这不是你的，难道是我的呀？这是我在你藏私房钱的地方找到的，你这个渣男。我藏私房钱的地方只有这么大一点，怎么可能藏得下这种东西？我不信，除非你证明给我看。你不信是吧？我带你去看。炸、啊！你看吧，我就说藏不下吗？你给我拉来吧你！老婆啊，你不是一直夸你自己很聪明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最聪明了。那我今天就来考考你。行啊，你考吧。假如你走在沙漠当中快要被渴死了，这个时候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杯水，一杯尿，一杯毒药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尿，我喝尿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毒药喝了就死了呀，尿能喝，所以我喝尿。你为什么不选择那两杯水呢？老婆，你这气冲冲的要去哪儿呀？我今天不刚买了一件新衣服吗？啊，回来我才发现这衣服是个二手的。二手的？你咋知道它是二手的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自己看，这衣服包里还有这么多现金呢。不是二手的是什么？这是我找个麻烦去。等一下，老公啊，你看这内衣好看吗？我想买。我觉得你买这玩意儿吧，怎么啦？跟光头买梳子是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多此一举。炸！你！来，我给大家看，这是我小学同学。小的时候他总是欺负我，长大后我为了报复他呢，就嫁给了他，还给他生了三个儿子。你看，看什么看？信不信我再给你生个儿子，累死你个娃！不是我不借给你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我们家的家庭地位。我说了根本就不算。这样吧，我去问一下我媳妇儿行吗？老婆，有个长辈找我们借钱，借吗？不借，就算是我天天亲妈我都不借。爸，你听见了吗？是你女儿不借的，不是我不借给你的。挂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老公。啊。什么？你背后有只王八。是什么？你背后有只王八。大声点，我没听清楚。你背后有只王八。你别跟着我，输给男生就算了，你搬个手机居然输给全班的女生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我爹。姐，你难道就没有发现我已经把全班的女生的手都摸完了吗？这是高手。你不回来、啊、儿子呢？把儿子给我叫出来。怎么了？刚才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考试成绩下来了。他这次考得有多差，你这么生气？三门功课加起来还没有我血压高，我给我叫出来。炸！快点！我这就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亲爱的，你爸给你打电话了。你帮我接一下。哦，好嘞。叔叔你好，我是你女儿的男朋友。老公谁呀、啊？我滚咱们家白天的头猪。哎呦我的妈！车辆已限速，请您注意安全，及时支付车款。谁呀？敲门敲得这么急？哎呦，安安来了。狗哥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啊、哦，我就想问问你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嗨，昨天你喝多了，拉着我的手说，这些年我对你好，多少人拦也没拦住你啊，你非得去把账给结了。结账就结账。我就想问问你们几个到底吃了什么，吃了我888。看来昨天你是真喝多了，昨天是你狗跟我结婚呀。炸！关键是你结账就结账吧，现在你嫂子还怀疑我连友谊腿了，你说这个咋整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活该！老婆你怎么回啊？你不是出差去了吗？没赶上飞机。没赶上飞机？你提前3个小时你就出门了，你没赶上飞机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我让你给我买27号晚上12点的机票，你给我买的几点的？对呀、啊，没错，我给你买的27号凌晨12点的呀。这飞机都飞走一天了，你让我上哪儿买去？这么大个人了，你连个机票都不会买，真是的。哎，老婆，怎么啦？我给你200块钱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愿意吗？我给你300块钱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愿意吗？行，快给我。哎呀，300块呀。
哎呀，发财了！你要让我帮你做什么呀？把你手上的500块钱全部都给我！全部都给我！炸！哎呦我的妈！马抓子又嗡嗡的忙。哎，妹，你怎么来了？都怪你！怎么了？我当初我就说我不嫁给双胞胎，不嫁给双胞胎。你和我爸非要让我嫁，这下好了。都结婚5年了，我到现在都没分清哪个是我老公。最关键是，另外一个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。你说这都什么事儿？兄弟们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后妈，比我爸小4岁，比我小28岁。你们猜她今年多少岁？哎呦！干啥呀？姐夫啊！啊！晚上我要和我闺蜜出去喝酒，你给我一点钱呗。我哪里有钱呀？我的钱不都在你姐那里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姐公司临时安排她去出差，今晚上她就不回来了。你要是给我钱呀，晚上我带你一起去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！行，那这你先出去，你先出去。来，妹，来，我的钱都在这里了，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姐夫，我回来了。炸！哎呦！不是我不借给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。那我们家的财政大权在我媳妇儿手上呢，我说了不算。这样吧，我让我媳妇儿接电话，行了吧？不借，管你谁，我就是不借，天王老子我也不借。喂爸，你听见了吗？是你女人不借的，不管我事啊！啊！喂，结婚的事，喂爸，你再三让我向你女儿承诺，结婚之后一定让她管。我做到了。炸！哎呦我的妈！爸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怎么又在沙发上睡着了？给我来两帅哥，有人要个帅的啊！我去，连睡着了也想找帅哥是吧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一个给丽丽，一个给小红。那你呢？我，我有老公，我不要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亲爱的，嗯，你妈彩礼钱是怎么说的呀？我妈她说不问你要30万的彩礼了。真打得太好了吧？她说只需要你今天给我1块，明天给我2块，后天给我4块，连续给我30天，她就同意我嫁给你了。哇，这也太简单了！来，这是今天的，我先把今天的给了，走，我们吃火锅去吧。哎呦，老公，我去逛街了。等一下。怎么啦？顺便帮我买条内裤。买内裤干嘛呀？你不是有吗？嗨。昨天我和几个兄弟去游泳，他们都笑话我内裤破了个洞。行吧，你想要什么颜色吧？蓝色。蓝色？啊、嗯，蓝色多不好看呀！要不我也给你买条红色的吧？嗨，我又不是本命年，你给我买什么？哎，师傅，火车站多少钱呀？80。哦，80，那还挺便宜的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啦？把你手给我看一下。看手啊？哎，对。啊，行，上车吧。哦。哎，师傅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啊？我就打个车，你看我手干嘛呀？我刹车线坏了。我看你生命线挺长的，我们应该能安全开到吧？我们应该能安全开到。谁呀？敲门敲得这么急？哟，安安来了。狗哥，哎，昨天我酒喝多了啊，我就想来问问你，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哎，昨天你酒喝多了，拉着我的手啊，说这些年我对你好，多少人拦都没拦住你啊，你非得去把账给结了。哎，行，结账就结账。我就想问问你们几个吃了我什么？吃了我88万。看来昨天你是真喝多了。昨天是你狗跟我结婚呀。炸！
关键是你结账就结账吧，现在你嫂子还怀疑我俩有一腿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活该！老婆老婆，过两天不是要回你娘家吗？对呀、啊。飞机票和高铁票都是600块、啊，坐飞机呢要3个小时，坐高铁呢、啊、要5个小时，我们是坐哪一个呀？你是不是傻呀你？当然是坐高铁呀、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飞机每小时200，高铁每小时120，你说坐哪个更划算？高铁。拉不出去怎么办？当初说好的7天无理由退货，你的诚信在哪儿呢？现在产品出现问题，你不给我退，你至少得给我换一个吧？退过后半天都退不下来，笨死了！拿来我给你退。这不好吧，老婆？拿来。不好吧？快点！炸！有人。喂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之后你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，不然我找你麻烦。什么？说谁呀？你妈。哎，这不我李阿姨吗？你是？我李正个儿子。哦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那不是吗？从小我爸就跟我说，啊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你当初是怎么救的我呀？当初你爸找我借钱打胎，我没借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有多高？1.7米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是1.7米。你再不说实话，我可要站起来了啊！你站起来，我怕你啊！你站呀、啊，我怕。有人。你多高呀？1.7米。炸！好巧，我也是1.7米。哎呦我的妈！就你这样，你还1.7米？真的是1.7米。不是我不借给你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，我们家的财政大权都在我媳妇那儿呢，我说了根本就不算。这样吧，我让我媳妇接电话行了吧？不接，天王老子我也不接，管你谁是谁，我就是不接。喂，老宋啊。喂，老宋啊。炸！不是我不接的啊，是你女儿不接的。我爸呀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你再三让我向你女儿承诺，结婚以后一定要让你女儿管钱，我做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哥，要女人不？不要。要一个嘛，免费的。不要不要。来，谁都来了，要一个啊！不要，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。我随便起来，你不是人。你随便起来，你不是人。哎呦我的妈！